高中你念哪一个学校？在东吴大学，日文系二年级。真的。你这个错误示范，错误示范，场面瞬间就冷掉了，冷掉了。等一下，想一下梗。很好笑。突然也叫我问我。哎，那你跟你男朋友哪时候认识的？又冷掉了，大家不会想听啊。对啊，他没有男朋友。对啊。你喜哎？你怎么喜？你喜欢哪一种？社团。对对对。哪一种类型的男朋友？男生。我上大学生还没有说我喜欢小腿。漂亮男生，为什么你喜欢小腿细的男生？他说小腿漂亮，漂亮，什么是漂亮？太粗，真的就不能有那种就是很大块那种丑丑。应该就是我喜欢腿白白的。有毛可以吗？嗯，还是要白白的，不要太多毛，不要蚊子进去出来那种。可是星星，真的有那种啊？真的吗？大家都是吧？你们是吗？那你平常有什么兴趣？我还打我吗？你们两个，你好像在面试那种接电话的小姐。突然叫我想不出梗啊。那你们平常都是谁在制造气氛呢？平常啊、哦、是啊，秦佳诺啊。秦佳诺怎么炒热气氛？我怎么带着小孩啊，对，把那个把小孩推出来，就开始跟你讲话。他的小孩那如果秦佳诺没有来，你们场面不就很冷？不会呢，你突然叫我做，我突然做不出来。